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小马视频，我是小马。今天咱们继续打风暴英雄啊！啊，稍等，我先看看咱们今天的任务是。大家请看啊，今天的任务是，使用魔兽争霸系列的英雄进行两场游戏。我呢这是进行了一场，咱们再进行一场。好，那咱们试试啊，游戏，然后呢，选择，咱们看啊，游戏系列里面有一个叫做魔兽，对吧？这里面呢有很多魔兽的英雄，我看啊，吉安娜是我现在已经拥有的一个英雄啊，这个萨尔也是这个我拥有的英雄。对了，咱们看一下吧，稍等，咱们看一下收藏，然后呢是选择英雄，这英雄里面吧，我现在拥有的英雄，大家请看这个叫做这个已拥有英雄，对吧？哎，稍等，全部英雄，大家请看，我现在已拥有的英雄就三个人啊。萨尔、吉安娜，还有这个迪亚波罗，这应该是这个暗黑里面的 last boss 啊。我目前只拥有这三个英雄，这三个英雄当中，魔兽争霸应该是个萨尔啊。所以今天我要完成这个系统任务的话，只能选择萨尔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咱们就选择萨尔，马上开始一场啊。OK， 咱们试试啊。Go。荣耀属于部落。荣耀属于部落啊。好，咱们试试啊，因为我最近玩这个维拉玩的还是不错，但是这个维拉它是这个免费英雄嘛，所以我现在不能玩了。萨尔呢是我已经拥有的英雄，我觉得我还是重点放在这个已经拥有的英雄上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咱不说啊，马上开始啊。战斗即将打响，稍等，元素回响，咱们加天赋啊。我感觉自己更强壮了。这话说起来怎么听像张飞呢？我看啊，大家看我这坐骑怎么样？挺恶心吧？这坐骑啊！花园的大门即将打开，马上要打开，还有十秒钟啊！看看啊，哎，我这坐骑，这浑身长的是什么东西？还不错啊 ！Go， 霸王龙！战斗开始！我先给对方准备一个散弹啊！哎，不是散弹，这是什么？试试啊！在哪里？敌人？半藏，去！半藏，你是自找的。OK， 咱们干掉一个啊！呵呵呵，一上来把半藏打掉了。半藏看来比较弱啊。稍等，我得往后撤一步，不能冲太猛。OK， 不要冲得太猛。因为我这个萨尔感觉也不是说这个血多厚多强，终于有保护，不好，我得往后撤一步，没有血了，我需要回一下阵地了。我必须回去疗伤了，我要回去疗伤了，这个地方交给你们了。回大概需要五秒钟是吧？咱们再来啊！今天打了有点不太好啊，一上来这个费了很多血啊，我感觉这个速度不如这个维拉快啊，我还是比较喜欢使维拉，维拉我都到六级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不说啊，来啊，这什么东西？干掉，没有了，然后上来给他来一个穿刺，没穿着几个啊，不要冲太猛，这个地方，这地面都是长的什么赖了是吧？不行，又打到我。为了荣耀上，先拿下他一个炮台。谢谢你，治疗者。拿不下来了，赶紧跑吧。谢谢你，治疗者。好，咱们再来啊。是你自找的，像张飞吧说话。张飞，我天上这掉什么东西这么恶心？挡架。治疗者，谢谢你，治疗者。天赋，稍等，选择天赋，马上攻击。这不能上了，我这波顶不住他们呀。咱们再来下一波啊。Go， 来个穿刺。OK。因为我萨尔是近身肉搏，所以说，我比较喜欢远处进攻啊。希望你们已经准备好上。你干的好事儿，这话谁说的？我干什么了？不好，往后跑一步，我又遭到了袭击。
再补个血啊。OK， 再上啊。天上总是在掉些个这个奇怪的东西啊，肖总，比如说在这有潜伏。OK， 没说的，往后撤一步，冲着不能太猛，天暗了。有任务了、哦、好，让我的兄弟们去完成任务，我来灭他这炮台啊。你的死期到了，哪里跑？哇，我被定住、哦、这帮人我不打他们，这帮是这个区域的小任务啊。我还是先拿他的塔台算了。 OK， 没法拿，又上来一波。这塔台的攻击力是太强了吧。聪明的战术，我先去拿塔台啊。快，我一定要把塔台给敲下来。OK， 我给敲下来，这也算值了。烈日即将升起，烈日即将升起，敌人阵亡，漂亮，加天赋，咱们继续冲，给他穿个串，漂亮，大家请看，我给他穿了个串，他这一队都遭到了我的攻击。 OK， 好，咱们哎不怎么昏迷了，咱们再拿上面这炮台啊。OK， 又拿下一个，不着急，把这个墙也得拆掉。OK， 马上拿了这个，拿不下了，赶紧跑。还好成功跑掉啊，然后我下来再把这墙给它删掉，快给它删掉。OK， 接下来攻击，没法攻击了，我要跑，我去。战法，这个有点大意了啊！这个我光准备想拿下面这个炮台了，不是，这不叫炮台，这个让他恢复血的这个恢复的圣坛了，没想到遭到了敌人的攻击，遭到了敌人的包围啊！看来萨尔使的我还是不太熟啊，我这次要小心一些，不能够再犯这种这么低级的错误啊！好，咱们再开始啊 ！Go， 祝福我，我会祝福你的。哎，我成了先祖了是吧？哇，咱们去采集花朵。我看到了半藏，手下败将嘛，半藏，你看我再给他来一个大招，在哪里？半藏，你的死期到了，半藏。我朋友还有管机关枪是吧？漂亮，上，半藏呢？好，我来灭掉这个塔台啊。不行，我要撤了，因为我的小兵顶不了多一会儿了。咱们再来下一个，我再给他穿个串啊！看好，穿个串给他们。OK。稍等，我要选择天赋。为了荣耀。好，选完天赋了，再来。这来的是谁？来的是谁？你把他拿下！稍等，我先撤一步。漂亮！不要跑，有本事别跑！咱跑了，不追他了。穷兵不要追啊！英雄，我真喜欢月光下的花园。真的吗？喜欢月光下的花园 ？Rock the Rush。OK， 半藏来了！我天哪，半藏怎么这时候来的？这我打不了半藏，我手里没有兵啊！半藏有本事你过来，他真过来了，那完了他。这是你自找的，半藏，你哪里跑？是时候完成你。半藏，你哪里跑？漂亮，干掉半藏，然后我也赶紧跑，别再把我再被干掉。我要回去，我该回去补血了。拿下半藏就是我成功啊。OK， 再来啊。很快，花
园恐魔就是你们的了。花园恐魔，我的朋友们正在去收集种子。玩世宫中落，我朋友们应该在上面，我去帮一下吧。恐魔正在等待，来吧，释放他的力。我来干掉他们。OK。OK， 拿下一个，没说的，这个也不要跑，交给我的这个。扎加拉跑挺快的，扎加拉，漂亮，哪里跑 ？OK， 又干掉一个，吸走敌人的生命。我看我还是攻中路算了，中路这边正在焦灼战斗哈。你们自找的。敌人召唤了一个恐魔。召唤了一个恐魔，我去，敌人召唤的，我没听错吧？都跟我攻中路去，兄弟们。少总选择天赋，上，上快一些，兄弟们，好，带我拿下这个。好的，我给他来个地震啊！给我赶紧拿下，还差两下，还差一下。好的，我把他拿下。那我回去休息休息啊，休息休息，哪有时间休息？这是个啥？摧毁的。OK。怎么前面这么多炮台啊？我最烦就是炮台啊。OK， 没说的，撤一步，别让他打着我。好，我又来，哎呦，我又来支援部队了，太棒了！我再拆他一个炮台去，你们给我顶住，我来拆他炮台。你们的恐魔凋谢了。好，拆不动了，该撤了。哇，出现了恐魔，我去！坏，敌人拔掉我一个堡垒，我的兄弟们顶住。稍等，我要升级，继续上啊！我都没有选择天赋的时间。好，先干掉敌人的炮台，别的先不说，看我的，干掉他的炮台。OK， 干掉一个。我现在比较擅长干掉炮台啊，这萨尔好像这个技能就是干掉炮台是吧？好，我再去干掉另外一个炮台啊。好，撤一步，撤一步，还不用撤，还可以啊。好的，我把他们给震走啊。继续干掉炮台，咱们又干掉一个，漂亮。往后撤一步，继续打这个扎加拉手下败将，这不是吗？哪里走，扎加拉？好的，我干掉一个。我去，我也没跑了啊。扎加拉干掉之后，没想到我也深入敌人的包围圈啊！哎，我看到了半藏，这不手下败将吗？我一会儿来灭半藏啊！我感觉萨尔也算是挺好使。我发现只要是这个英雄，咱都给理解透了，应该还都算比较好使啊！大家请看，我的英雄怎么都集结在这个位置？他们在干嘛？是在攻城营地，我应该去帮他们一下啊！扎利亚，扎利亚应该是这个守望先锋的这个英雄。寒山怪将再次复活。漂亮，他们在干这个。行，我呢拆掉很多炮台，让他们就直接去给我攻占营地就比较好了嘛，对不对？扎加拉手下败将。永垂不朽。我天哪，这留遗言了，永垂不朽。聪明的战术。好，我出来了。我这回是攻中路啊，老规矩，咱们还攻中路。盘山怪又复活了。采集种子，走，采种子去。面对部落的力量，种子在什么地方？你们先去采，应该是上面，我知道了。好，咱们采集种子啊。
看我来给他采集种子啊。好的，打败他，这都不叫事儿啊，在我这儿都不叫事儿。OK， 谢谢你，治疗者，谁治疗的我？好，咱们是时候收割了，咱们继续攻击啊！恐魔生命吧。好，我来消灭这些。哎，稍等，不要太得意，我的个天！往这边撤一撤，我从背后攻击敌人啊！正在开始枯萎，你们的恐魔正在开始枯萎，抓紧一点，威胁消除。 OK， 是你自找的，咱们去攻击他的核心啊。半藏手下败将，对，聪明战术，虽然手下败将，但是他人比较多啊，攒鸡毛凑胆子，再来啊，相信我，看我这一下给他。半藏你个手下败将，我去，敌人召唤了恐魔，把他拿下，兄弟们，你们的恐魔已经枯萎，真是浪费。算了吧，咱们先干些小兵加经验吧。我打他们还是富富有余的嘛，对不对？你们消灭了敌人的恐魔，漂亮，消灭敌人恐魔，来，我再消灭敌人城墙。好的，泰德兰别动，对我使招了，你还想跑？行，他跑吧，随他去吧。稍等，选择天赋，现在选择不了，我好撤一步。拆墙 ，OK， 拆他这个回血的设备。走一步，拆回血设备，没说的，我遭到了攻击，往后撤一步，要拆的这个炮台，是你自找的。哎，我去，把什么摁出来？刚才是摁 table 键了哈，漂亮，满分，谁是满分？好，咱们再拆的核心啊！我天哪，终于到今天了，放大招，然后准备撤，我去，我撤不出去了。我的植物会让你复活。哇，哎，我有点冲的太猛了吧？我冲到敌人核心里去干什么？我老是在后面直接放大招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还是年轻啊，这游戏打的时间还是短啊。我一看到这敌人的核心，忍不住我就冲了上去啊，结果遭到了惨败。行，我下次我就知道了。咱们这个游戏应该是稳扎稳打啊。半藏手下败将，哎，你还在追我的坦克，我去。半藏看来还是有两把刷子。即将在30秒后降临，黑夜要降临，准备好找点乐。夯走嘛，对吧？半藏它里面就是夯走，这应该是日语的发音啊。夯走，一般这个一说半藏，咱们想到都是这个服务半藏，对吧？哈托利夯走，不知道他是不是叫哈托利啊？是不是叫服部？泰兰德刚才把我给定住了，我知道。行，我马上出来啊，这就好办喽。选择天赋，我看啊，真是个快乐的夜晚。咱这就不单排了啊，上啊！诅咒点什么吧？连诅咒也升了吗？好，我现在要直击半藏，手下败将啊！半藏你在哪里？我看到你了，准备。桑德兰不理他。好，冲，兄弟们，先不理半藏。我看到了一小撮敌人，把他拿下，不叫事儿。他们又出现了一小撮，不叫事儿。OK， 不叫个事儿。让我的恐魔生长吧。恐魔不管啊，咱直接奔核心去。我又来了，刚才没打下，看这怎么样啊？放大招，放出大招来！我去，我还得跑。别放了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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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赋予恐魔生命吧。是时候该收割是吧？谁收割谁，然后撤一步攻击。好的，有没有问题？砍他，我无法等待，快控制他的力量。好，别动，拿下这些个小卒。哎，我真的是又活过了一个晚上。下面我看到半藏
我去灭他。我去。敌人召唤哪是一只恐魔？上，为了荣耀。相信我，会很有意思。拿下这帮小家伙，好，给我上，兄弟们！你们上，我才能上。好，我再拿他的核心。桑德兰，又是桑德兰，我看到了。赶紧继续跑！我去，我的兄弟们怎么一瞬间就被他给干掉了？再跑，面对部落的力量啊！稍微一会儿，我给他再来个大招啊！我的终极技已经准备好了，就差对他释放喽。好，敌人在哪里？看我的大招，走一个，漂亮！我天哪，对方的核心好厉害，我上不去，我这都没血了，我兄弟还敢冲？上啊，花园狂魔，你倒是上！面对部落的力量，走啊！咱们拿核心去，兄弟们。可以开火吗？那不客气了，对他们开火了。我先撤一步，这边打不过，感觉。我的植物喜欢喝血。我去，谁要喜欢喝血？双杀，漂亮。哎，我的朋友们，主要是这个恐魔干的不错，我的朋友们干的也不错。你们的表现很出色。不客气。哎，这我 MVP， 居然我不是 MVP， 他13个助攻。那我看我是什么角色？工程大师，拆城墙是吧？还有一个逃脱大师，这是对方的，果然是。你们都有逃脱大师，你们赢得了吗？对不对？好，我看我这回得多少经验啊？应该我会获得很多经验嘛，对不对？多少？哇，24个经验，还获得230个金币，漂亮！而且还获得个战利品。咱们打开啊，看看啊，战利品获得了两个，我去，太棒了！咱们一个个开啊。我看啊，这个是战利品，这是稀有战利品。哇，那咱们先开这战利品啊，稀有的咱一会儿再说啊。Go。一般我开的顺序是2312，咱们就这顺序啊，2312。传奇，传奇皮肤没用啊，我不喜欢皮肤，接受。好，咱们开这稀有战力啊，这个是很不错的哦。Go， 老规矩，2312啊。有没有英雄？皮肤喷漆，这什么传奇？我去。你传奇在哪儿了？完了，没有了。然后是这样啊，大家请看，维拉在哪儿？大家请看，我这维拉已经六级了，对不对？你说我要是不用它，有点冤吧，对吧？所以我准备花2000个钱把它买过来，您说好不好？我认为是比较好吧，对吧？否则我现在英雄一个这个吉安娜，一个大菠萝，还有一个是这个萨尔，就三个英雄，我再买个从四个吧，对吧 ？OK， 那咱们试试啊，再买个维拉。2000个钱花了，够。能买吗？能买，支付。哎，维拉是我的了吧？哎，这个也不错啊。哎，这个是叫小马哥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太玩过《守望先锋》啊。OK， 还算不错。然后维拉里面还有件衣服，我是特别想给他穿啊。比如像这件，我特别想给他穿，不知道能不能穿得上啊？哎，不行不行，这衣服我还没有解锁嘛，对吧？好吧，我看由于时间关系，这个视频只能给您分享到这里了。谢谢您观看，今后呢，我会持续更新这个游戏，也希望您呢持续关注我的新马视频。咱们在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